今天我们要盘点一些影视剧出现的一些你们有可能已经认识的 whisky。 那我们先从现在比较火的狂飙，狂飙里边能出现苏格登丹尼麦芽 whisky。苏格登就是说我们很多入门者和爱好者们都爱的一个苏格兰斯贝塞风格的一个丹麦威士忌，他们三个酒厂都去过，我都喝过他们不同的风格。我可以这么说，狂飙选择的威士忌是挺点赞的。悠悠王牌特工 The Kingsman 1962 Dalmore It would be a sin to spill any Don't you think?有很明显的大摩，这个大摩啊，如果你是有一个高级一个能装点屁的一个丹麦 whisky， 那你一定要喝咱们的大摩。我个人可以推荐大摩雪茄或者他们的 Alexander 三，两款我都爱喝，还他们都不限年龄，不需要，因为它重新就那么好喝。The Boys， 我不知道怎么说中文怎么说他的名字，但是这个电视剧我们的男粉丝们肯定都很喜欢。然后他们里边也有我爱的最美醇调和爱尔兰威士忌，蒸馏三次，好好柔和，好好入口，好好容易喝。The Boys 选得好。